今天休息，准备拍半挂的，然后今天一辆半挂的没有。然后这对面油菜花开了，然后出来看一看。然后这油菜花旁边还有几条铁路道，能够近距离的看火车。今天拍来看一看，这上面小城的旁边全是油菜花，很大一片。春天到这儿逛一逛还是可以的。今天天气有点阴，如果是太阳，有太阳就好了。然后火车道旁边还有一条，这个路很直着，走在这上面很舒服。前面好像也还有火车道，这边还能看到安康的站台，安康站就在这儿。
这个地方离火车很近啊，火车从这边过的话能清晰的看到。前面有个大桥，看，那对面就是安康站站台了。然后这边左边还有一条火车道，也一直在过火车。